有吗？我们昨天是已经有送出长期蛋糕了，但是我们今天送更好，我们送出那个长崎县的那个波佐见烧的这个陶器哈。而且你知道波佐见烧是什么吗？不知道。你知道波佐见烧是什么吗？波佐见烧它是发源那个长崎县的那个波佐见冰，它是用一个连房式的灯窑的窑烧方式制作而成的，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陶器哈，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陶器，在台湾可能不太买得到。那我们等一下就是活动结束，我们立马会送出5组的陶器给大家哈。他说那。OK 的话就可以直接来。那你要听到最后我才能选你啊！而且你们要听一下他等一下我们交流的内容，你要我们家有掌声答的答。你要照我，可是我的上台位置。交流的内容里面。而且你拿手机吗？这样子吗？那我们长期现的活动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邀请就是人气波洛克帅气的九雄先生，我们掌声一下好吗？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波洛克九雄。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这边主持这个跟日本长期连线的节目。然后呢，我们其实今天有拍组特派员的。他就跑到了长崎县跟大家做连线，等一下呢，我们会有很像在看那个现场节目的感觉，在看旅游节目的感觉哦。那如果我们大家留到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有奖征答时间，有认真看我们的内容的话呢，就有机会抽到今天的大奖哦。好，那我要来呼叫我们日本的伙伴了，岩松上、威尼上，嗨，你好，东东的卡，こんにちは。ITF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新年祝大家，请多多指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长崎县的 Winnie， 大家好。嗨。好 ，Winnie 嫂，我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在长崎县的波佐见这个小镇。哈萨米丘，对。哈萨米丘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个地方的陶瓷是非常的有名的，在日本。对，那我们今天，等一下，是不是陶瓷有名的？是不是有点像台北的啊？台湾的，应该有点像那个地方。有点像，对。太好了，我最喜欢。太棒了，太棒。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どうぞこちら。伝習館就是传习馆，这个地方呢，今天带你来就是要你自己去，让你自己去体验做陶瓷。哦，这么好。那我可以体验，对不对？可以。那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吧。好，看一下。我们先来这边体験 menu。哦，体験 menu。手びねり。对，就是用手自己做。哦，那另外这个 HK 呢，是就是画画，就是把那个你想要画图要放在那个盘子上面，然后这边有样品，哇，这个好专业哦，所以我画得很好哎，可以挑战看看，絵が上手ですね，そうね，对，那另外的粘土的自己用手做的呢，テビネリ，这边也有 sample， 哦，这边これ。哇，好看啊！对，哇，这个颜色好，很好，好看哦。哇，你这样好配哦，你穿这个。本当呢？怎么样？感觉？嗯。好，那么赶快来体验一下吧。じゃあ失礼します。こんにち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
我这里有个、哦、我们的老师，老师，及川先生です。对。那自己紹介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こんにちは、指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及川です。就是我们做陶瓷器的老师及川先生。はい。台湾の皆さんが見てます。あ、緊張。台湾好きですか？好きです。台湾好き、あの、先ほど君台湾好きだそうですんでね。ぜひ先生呼んでくださいね。連れてってください。大家务必要来玩哦。はい。好，ぜひ来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い、じゃ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ちょっとご紹介をお願い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はい、こちらの方は、絵付け体験といって、お皿に絵の具で絵を描く体験になります。で、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画的、所以就是你想要画你喜欢的图样、然后放在这个上面、然后有不同、有两个不同颜色、然后对、放进去。那另外一个，很好哎。嗯，这边有很不同的 sample 这个样式。フグ。对。好可爱。もう一つは。はい。でこちらの方は手びねり体験で粘土でお皿とか器とかコップを作れる体験になります。なるほど。那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用自己用手自己去压这个形状然后出来的陶瓷。那今天有两个选择，你要请你选哪一个？我来选这一个哈。对对对。こっち何て言いましたっけ？こっちは手びねりで粘土を作る。好。听见了没有？粘土。因为他刚好姓粘土，我是粘土，粘土那当然我选这个啦。这个，干杯吗？所以是粘土压粘土的意思喽。好，那まずですね。ちょっと見ましょうか。はい、指を中心に粘土を押してください。押す。はい。我的黄金的这个。哇。行きますよ。はい。はい。はい、もっともっと。これぐらい。はい、それぐらいです。はい。そしたらこの穴をどんどん大きく回しながら、はい、大きくしてください。ほ、ドーナツみたい。ドーナツ？本当。あ、結構さっきよりっていつの話だ。なんか硬いの。那你那你加油、那我去那边。あ、体験那个。体験那个哈。ほわほわだ。うん、頑張って。今度こっちですね。はい。我要做那个酒杯，ビール。ビールコップ作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頑張ります。做啤酒杯，那么小杯喝啤酒。そちらは？哇。先生説明なんかありますか？今絵付けの方の絵柄の下書きを鉛筆でしてもらってます。所以先用铅笔，然后在这个上面画你想要的图案。画完之后呢，再用这个刷子把它涂上颜色。对，頑張ります。サケオさん。はい、台湾の方陶芸とか好きですか？台湾的朋友们喜欢做陶吗？本当？あ、そうです。今日は先生がいらっしゃるんで、現場の皆さんの質問先生が答えますよ。我想问那个老师什么问题呢？那陶艺老师在现场，有想问问题吗？あ、できる、あ、出来上がりまではどれぐらいかかるんですか？出来上がりまでどれ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って出来上がりはだいたい 2,3 ヶ月でできます。大概需要2、3ヶ月。長い期間。あの、国際発送って可能ですか？国際発行はだから海外に送れますか？あ、海外発送もやってます。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はい。现场体验之后，他就国际航空这个邮件寄到你家，应该不会被海关课税了。感じです。自己做的。今度は縦に伸ばして。縦に伸ばす。はい。でもう少しじゃ上の方伸ば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このつまんでって。はい。指の形いいですね。はい。黄金の指ちゃう。言われてたり言われてなかったりします。自分で言ったり言わなかったりします。いや、台湾朋友真的好開心哦，真的。なんだろう、集中できますよ、集中できる。現場からの質問ですけど、はい、質問がある。どうぞ。ハサミ焼きの釉薬ってどんな特徴があるんですか？ハサミ焼きの特徴ってどんなのがあるんですか？ハサミ焼きの特徴は、この今絵付けやってもらってるような白いこの磁器っていう
器にこの青い絵の具の模様が施されているのが特徴で、最近は結構モダンな可愛い柄とか、あのシンプルな模様が結構最近ハサミは多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うん。あとは最近カラーバリエーションも増えたりとか、結構絵付けが ないも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れも結構シンプルで可愛いっていうので結構人気になってたりもします。原则上玻璃线烧的图案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就是色だと、あとは こっちの手びねりとかだと、あのいろんな釉薬があって、結構渋いものから、あとは可愛い釉薬も、はい。一到六九。沙丘上，你有来过坡佐见吗？有，我去过很多次哎。哦，你上一次来，你有来试做这个陶瓷吗？没有，因为我没有艺术细胞，所以我都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买很多，我买很多。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完全没有艺术细胞，现在整个画得很惨。啊，不好意思，哎。不过听说这个是连初学者，就是你没有任何的，就是经验，也都很容易就可以很容易轻，就是上手。所以，嗯，你可以下一次，你下一次还可以挑战看一看。我们这种绘画白痴也可以吗？没问题，因为我就是一个绘画白痴。沙丘上，现场朋友，你看，哦，这么一下下的时间。哇，好了，哇，好厉害哦，对吧？那个形状已经出来了，酒杯。哎，你做的好快哦，我才我才是，哎，真的好快，我们现在，嗯，这好有很非常好吃的，これでよろしいですかね？はい、OK です。はい、はい、で切っていきます。切りますよ。はい。はい、それ。わ、你好。いや。お。えい。はい。那个线刮过去，把它从那边挟上的，挟上的，行吗？行，哈萨米呀，一三七，呀，かっこいいです。すごい。何色にしようかな？選べるんですか？選べます。サケオさん。はい。あ、じゃあ台湾の現場の皆さんに好きな色決め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よ。你们来选择。而且现场人帮他决定一个颜色，大家想要哪色？三哦，三番。三番？これ？はい。これいいね。什么颜色？什么颜色？这个颜色。哦，嗯，いい色ですね。これで。很搭配你的。夏夏天的时候，流汗，然后。流汗，地球，金白，金白，想很久，可以，我当的代言人了。哎，维尼さんどうですか？我也做完了，本当早，嗨，可爱的陈宇，哎，对不起，真的得，这是什么？什么东西的？这个是一个苹果。苹果？为什么要画苹果？我觉得这个程度我也可以画得出来。是不是九球？我跟你讲，你一定下一次来可以挑战看看。这个苹果是有毒的那种。这个是已经发到烂，已经那个烂掉了。没有了，这个我很爱吃苹果，所以这个盘子以后是专门放苹果用的。对，那就你的手机是苹果吗？对。啊，不是哦，不是，可惜，残念的是啊，对，不是。好，楽しんでね、先生よかったら、はい、先生どのぜひ遊びに来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ね、いろいろ体験できますので。他们也可以到这边自己手做，就锅煮自己烧。で、作った後はこちらの窯で焼きます。就用现场那个窑来烧。ここで行っ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よ。あ、はい。哇，元斗さん你好厉害哦，做这个，すごい。哇，これをまず乾燥させるんですか。そうですね、乾燥させて一回素焼きをするんですよね、800度ぐらいで。でその後にさっき色を選んでもらった釉薬ってい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を入れてもかけて、でそれをはい器この中に入れて、だいたい1240度ぐらいの温度で焼きます。いいですね。はい。所以只要先让它干燥，干燥完以后之后先再去烤，然后烤完之后呢再放色，然后再放进去再去烤一次1200度。哦，1200度。会融化。粘度ありますか？いやダメダメ危ない危ない。这个
由先生对他帮我们考，考完之后再寄到我们家。じゃあ先生あのどうぞ真ん中に。ぜひ台湾の皆さん体験しに来てくださいと手振りましょうかね。来てくださいね。待ってます。欢迎你们，播出间欢迎你们。はい、じゃあ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对，还有个地方。哦，太棒了。对对对。那我们先生，さよなら。先生，没想到嘿。那个一般来讲哈，就是这种陶瓷的陶瓷的老师，对，是比较年纪大的，就是叔叔。对，一般来讲，我一般来讲，我就是我没想到年轻的年轻的女，而且美女出身，美女，而且还是金发，金发。对，这个我有被吓到。啊，天气好好啊，天气超好的，気持ちがいいよ天気。台湾那边的天气今天如何？今天有点阴哦，有点阴，台北有点阴天。我这边，もう期待でしょ？上来嘛，上来，对，漂亮。我们这边坡佐见，这个叫什么？中尾山。中尾山，那高压吗？那高压吗？就是被山给包围住的地方。ここほら見て。对。これも橋もほら。这是陶瓷，陶瓷。对，陶瓷哦。就很可爱了。これ何ですか？この建物は。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叫做中尾山交流馆。中尾山交流馆。交流馆。对。嗯。一首。这个阶梯好大。中尾山交流馆。中尾山交流館，これどんな場所なんですか？是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个里面就有卖很多不同的坡佐见烧的陶瓷，陶瓷器。对。那刚刚我们是体验，对，做陶瓷的。对，那现在这边是可以来买。卖。对，这个，对。已经做好的东西。已经做好的东西，这个是人家专业的，专业做的。那个是当然是独一无二，我自己独一无二的哈，但是。人家的独一无二，人家的独一无二，太棒了！哎，就看一下吧。那我们来看一看。好，行きましょう。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じゃあ。好，先要消毒一下。我的粘土。你的粘土，你手上的手，我的小粘土怎么办？豆豆，你盖耶。粘土变粘土。可愛い吉祥猫。わあ。わあ。うん、来て来て来て。わあ。わ。わあ。好多好多。哇，好多种呢。超多的。啊，各种各样的哦。哇。哇，很多哎。对啊，有杯子，有盘子，有小碟子，什么几乎什么东西都有哎。好厉害哦！不愧是人家专业的，跟我刚刚画出来完全是不一样。不，这不能比的，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对。哇，可爱的もいっぱい、かっこいいのもある。好可爱哦，这个。嘿，醤油差し。醤油。嗯。倒酱油，这好可爱哦。对。打开。你好，我是酱油。还可以。哇，我的酱油。酱油。很多种呢，你喜欢哪一个？我喜欢哪一个？我看一下，那你呢？你先介绍，然后我来。我找到一个，等一下啊。これいいと思います。これ、竹尾さん。はい。これ。あ、さっきの同じ色です。でも見てて、看一下里面の。哦，里面漂亮了。ね。每天喝茶，还有每天喝咖啡，对不对？然后倒这样，然后，不错，还不错啊。哎，你呢？你看到我？你看我刚刚找到什么？这超可爱的，可爱。困难你，过来。还是 OK， 放。咕咕。那可是也可以。也不是，知道，这个是放筷子的，所以还是 OK。啊，可爱呢。可爱。啊，一姐呢？
好是。好是。嗯，才、啊、可以买呢。这可以买啊，这才、哦啊、才600而已。加啊不600日币，日币。日币。嗯。他给我上猜猜这个多少钱？1500。1500日币。1500日币。哇！恭喜答对，答对了，すごいな。すごい，すごい。你的眼力眼光很厉害哦。厉害，厉害。好。那哦，没聞きで，没聞きがすごい。卡丘桑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喜欢什么样的 design？ 我们可以帮你们。どんなのが好きですか？4000价，还没有别的，看一下现场的。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耶，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那个猴子，啊、猴子，哦，萨鲁。这是日光山猴。那、啊、これいいじゃない？哦、oh, 耶、yeah。日本台湾朋友喜欢日本料理。嗯嗯嗯。日本料理是一个小小的小菜，对，菜嗯、小菜很多。就是1、2、3、4、5、6种。六种。然后就是每人有一个。哦，这样就不错。早餐比较那个。都比较。今天早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这样子排法，这很方便的。台湾没有这种吃法吧？好像没有哎、欸，大部分大家都是一大排，然后大家一起 share， 对对对。那这个不错啊。好。那我们那边哦，嗯。哇，很多，其实很多了。台湾朋友们，真的，我们那个体验刚刚的，这个做这个体验那个陶瓷的体验，然后直接来这里买这个陶瓷也赚了。对，嗯，没错。好 ，Hello， 然后呢？我们最后对，因为我非常为了台湾朋友给他们看一个风景，这个风景，こちらを見せたかったんで来てください。带我们看户外的风景。这里中尾山嘛，就是山。山。中尾山。中尾山。見てください。どうぞ。どうぞ。就是被山包围的地方。サケオさん。あれ何だと思いますか？煙突。那边远方。远方有烟囱。そう、煙突見える？見えますよ。うん、こちらは窯元がたくさんあるから、これ全部窯元の煙突なんですよ。え、那就是有他们家有在烧陶，才会有一个烟囱哦。对，我们好可以看到好多个，一二三。就是那个焼き物の里的风格。对对对，嗯、没错，就是很有那种复古的风格。对。好，那我们最后，嗯。はい、那朋友们就懂啦。这次我们这个 YouTube 连线，嗯、然后这个现场直播、嗯，现场的朋友们，然后看 YouTube 的朋友们，是我们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啦。感谢波。那明天お願いします。嗨，那我们这一次第四次直播呢，来到了波佐卷。那波佐卷，对，那这一次的礼物呢，就是波佐卷烧的陶瓷。哦，刚刚那个陶瓷，刚刚那个不是跟刚刚那个一模一样的。但是波佐卷是波佐卷，对，是波佐卷陶瓷。波佐卷是陶瓷。那个的话，总共有现场有五个 set， 然后五个朋友 ，YouTube 看的朋友们也有五个 set， 五个 set。所以 YouTube 线上的部分呢，你们要怎么样去报名呢？就是寄 email 到这里，这个2020itf.nagasaki@gmail.com， 然后记得要写你的名字，还有你的住址跟你的。电话号码、嗯，然后还有这一次的直播号码，直播就是4号，记得要4号要记得要写，然后你寄到这边来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就是赢得这个波佐卷烧，那希望大家多多那个寄email，多多报名，嗯、对，多给我们了，多给我们。那最后还有阿豆豆子呢？对，还有我们これが特別なやつですよ。对对对，我们 JTB 的旅行券，耶！总共有1万日币，一万日币台币2800就5600啦，差不多2000-2500左右、哦。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总共有线上有8名额，那你也是一样，只要寄 email 到我们这边，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得这个旅行券。那这个台湾国内也可以用。哦，对，所以现在来不了日本没关系，台湾也是可以用。你的意思是台湾、日本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太棒了！对，所以记得哦，要都是免费，可以
对对对，报名就可以了，报名就可以了，哦、太棒了，所以大家多多寄一个过来哦。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さあ、ハサミの風景を見ながらお別れしたいと思います。那サケオさん、现场的部分就交给你喽。はい、那我们下一个直播见啦。好，那他们拜拜，拜拜。那我们现在来送出我们的这个波佐线上，那所以刚刚有看影片的朋友呢，就比较有高的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哦。好，那我们要先。我们整个准备了五组的波佐剑烧，刚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前面很仔细从头听到尾，那你拿到的机会就很棒。